为了加强全国围棋之乡间的交流与合作，中国围棋协会与全国28个围棋之乡倾力打造了一项全新的赛事——2016“一带一路”全国围棋之乡业余联赛，让围棋爱好者有机会参与高水平、高规格的业余围棋比赛。和常规的围棋团队赛，双方队员一对一的对抗不同，全国围棋之乡业余联赛采用中国围棋协会新制定的多人赛竞赛方法，两队八人共下一盘棋，每队轮流上场四人，比赛还有暂停、换人等新颖的规则。比赛分为四组，每组七支队伍，先进行四个分站赛的比赛，各组前两名共八支队伍出现，进入在西安进行的总决赛。这个赛事呢是今年刚刚创立，从目前这个业内外的反应来看呢，是很成功的，是吧？通过这个赛事呢，为这个我们目前28个围棋之乡提供了一个交流沟通提高的一个平台。自9月起到岁末，全国28支围棋之乡的代表队历时了百天的联赛，在祖国的东西南北中各大战场展开了激烈的角逐。从乌海分站赛的授牌仪式，到百段之城的洛阳分站赛，再从汕头围棋课堂的寓教于乐，一路来到受黄河文化和运河文化浸染熏陶的德州分站赛，最后来到千年古都西安圆满收官，最终青岛队夺得冠军，上海嘉定队获得亚军，洛阳东莫印象队获得季军。以往呢，全国围棋之乡呢，大家都是倾注自己的热情和力量，然后把各自的事情做好。现在中国围棋协会啊，28个围棋之乡串联在一起，组织业余围棋联赛，就是让他们形成这个合力，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形成一道强大的后势，辐射全国。途经的每一站都使得围棋爱好者们兴奋不已，跃跃欲试。他们有的奔冠军而来，有的则是想感受气氛，交流经验。围棋联赛成了一场嘉年华的联欢，在快乐中把传统文化的种子散播到每一个角落。作为世界文化古都之一的西安，不仅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华夏文化的发源地。围棋运动就像一根纽带，带动了古城围棋事业发展的同时，也展示了古都西安的城市魅力。而全国围棋之乡的建设和发展，对全国围棋的普及起着不可替代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中国28座围棋之乡，就是中国群众围棋肥沃的土地，而围棋就像一颗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扎根在百姓的泥土里，慢慢生根发芽，遍地开花。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挑选的棋谱呢，是利民杯新锐赛的16强战的一盘对局，对阵的双方呢，分别是韩国的李东勋八段和中国的范运若五段，都是两位年轻的小将。好，由我和刘老师来为大家讲解。好，观众朋友们好，我们现在来给大家来介绍这盘棋。对，好，这两位呢，就是都是这。范云若应该是年满20周岁了，但是这个李东勋呢是98年出生的，还不到20周岁。对，这个新锐赛呢，这参加的选手啊，就是当年就是要未满20周岁的，所以呢，这个范云若应该是最后一年参加了。哦，这样，都是年轻的，对新锐杯的过去。是的，是的，是的，好，我们来为大家介绍这盘棋。行，这个李东勋是黑棋，范云若白棋。对，那白棋是这边，是新位，下了个新位，新位。挂了这个，对，比较普通的下法是吧？非常普通。然后这是套路，拆三，拆三，这个也很多，这个大概是尖了什么这样，走这个啊，很多。这个拆三现在是打入一下，这个非常。常见的一招棋，
是的，在过去老定式啊，现在当然这个呢就是说拖一个呢是最常见的一个解救方法。是的。布局普普通通。对，这个拖完了之后，黑棋接下来要在这一带直接行棋吗？如果直接行棋，比如不管搬哪个，它都是断；搬哪个，它都是断了。反正不管怎么，你搬这边，我就断这边。对，他就是说这个意思，你那拖下面就想要上面。那比如说断一个，那么就打吃，这样棋掉。他这个棋呢，他这也有拖。然后现在目前还有这个，你要征子不利还会打出来。哦，还有这样的，还有这样的棋，这样你不能断了征掉了。对， 对，这样黑棋不行。所以这个棋一般暂时黑棋现在不马上走为好，这样拖一个，不要先马上动。然后黑棋呢，在这里面挂一个，这都是有大的先行，挂角总是大的。没错，是这样。这总是好的，对是吧？这个时候呢，白棋直接点三三了。点三三呢，这个是一般来说，当然也是很大啊，是，这个很大，但是多数是这个不走或者在这面加工，可能很多，这种像见的会多一点，或者走这个，这个是最见频率最高。但是这个呢，你如果在这个局部是研究的很多，那么点三三呢，你要是什么搬了粘了这个，它可能有后续手段。但是也不能说这个不好，这是一种招数，黑棋也暂时它一般是搬下来或者顶啊等等，它下法很多。对，我就觉得好像被人家打入完了，拖了再点，看起来这个形状有点奇怪。对，这个是因为这里变化，黑棋会多一些啊。对，是的，它在不管哪个搬下来，它的选择会多。不知道这翻云若下这个招是不是这边有所研究？他这个可能是有研究的。好，黑棋脱弦在这边飞，对，这个爬一个跳一个，这个跳一个当然是也是个老定式了。应该说白棋继续走的话是应该挖粘大吃，对，这个是最普通的。黑棋要粘一个，粘一个，对，尖一个。好，要么立要么尖，对，这两招，对，要不走立可能居多，走这个还有可能拖延立，就跳，应该是这样。我觉得这样白棋不是也挺好吗？对呀，这个没什么不满意吧？对，非常普通。那么黑棋往这边拆一拆，挂一挂，这个是比较普通的。我觉得应该这么下。反正我们的老棋手都觉得白棋没什么不好，应该这么下。但是这个棋又出乎我意料，他不走了，脱先了。脱先，脱先，他觉得你那面不走，我也，对我这个点了置若不理，这个他心里可能有点不平衡。说你怎么都不应了，我这个准备了刀对付你，对对对，你居然不应招，那我就接着走。这个整个就形成了各走各了。这各走各的话，我怎么觉得这个棋黑棋虎下来很大呀？如果各走各，这两个如果不交换，那还有可能。这交换的是，如果这样的话，交换了之后啊，黑棋总是便宜的。对，黑棋会便宜一些。对。因为这边后了之后，人家再打入，你肯定不会拖到你下去了。对，或者是跳起来，或者是走上面了。这两个交换了是黑的便宜了。那么从那个角度各走各的话，我倒觉得黑的这个还是可以的。希望这个应该挖粘，我觉得。这小范挖粘，我觉得走正规定式应该是不亏的。那个既然走了，不着急走更好。现在被黑棋虎下来，黑的这个形状还是不错。布局要这样的话，我还喜欢黑的。那么这个角还是不小啊。白棋跳跳一个，对，跳一个。他得补活呀。跳一个黑棋也跟着走，不走他觉得有冲断呢、或跨断呢、他贴个倒是也是先手，因为现在白棋再走啊，有点难受了。因为你拖了他会挖。你要做活的话，大概是这个。那么他这一尖。不走他这有一路搬，你要做活的话，这个有点委屈了。对，以后在挡上这还有个点进来，有点委屈，目数都没什么目数，没错。这个白棋已经不，你要被缩成这样，有点难过了。所以到现在的时候，白棋也干脆脱弦，那继续各走各的。就下成这样，他觉得活得不舒服，对所以他就干脆又干脆在这儿接着继续搬过来搬这儿。
那形成了各走一边，这就是一个，这也是经常遇到的。高手这种对局啊，也表示一种自信，我走的是有道理的，所以我就坚持我走的我的那一方。那么你走了黑棋，他也不去，比如说拆一拆，也是可能，也不小了。但是他把这个吃掉也不错。这个呢，这个角啊，不容易活了。是的，是的。哎，不容易活了。你粘上这一搬粘就死了。你这猴在这儿呢，它一搬呢，这个角下面不好走。哎，你要是打走这个打进打穿了，走这个呢，它这一打吃，你这没有眼。这面的路啊也不行了。你要走这，你要度过，你这个爬这个就不很难活了。所以这个角目前来说就不好办了。那么他就继续各走一边，在那边走一个啊。白棋在这儿加一个，对啊，索性那边就已经当做弃子了啊。对，当然现在这个棋局还很早，对啊，很早，这也是很漫长，漫长。但是黑棋这个挂了很大，抢了一个，哎，最这面布局来说，应该喜欢黑的可能会多一点，我估计啊，对，估计黑棋这边比较厚，对，他这边张过来呢，对，开拆的位置也比较合适，还是可以，因为这个角拿掉还同样是拿角，这面还是不小的。这面还有点利用，对，但这一招棋呢也可以，这面呢回来一路，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因为这个厚了。对，你比如说你要这样打入啊，这个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在这儿跑啊，它撞在墙上，对，是吧？给他让他打。是啊，即使好不容易跑出去，这个敌人全部对对对，那面你都是付出代价给他走后了，所以呢，既然不怕他打，可以回来一路，我觉得可以回来一路。要是我选择，可以考虑这个。李东新，但李东新是惯性的这个思维啊，这个走这个当然也不小了，也是可以啊，也是可以，但是我还是希望这个，他走的这个打入了，对，打入是应该是，一个要点，或者说在你这个将要成空的地方，他能活进来，你很舒服，就是他的一个弱点。他如果走这个靠一个，他不要挖一个。他现在两边白棋争子都有利吧？有利，所以他不能打底下。如果打他这儿争有利的，因为打完了长了之后，不管是哪边，反正不是这个子被争，就是这个子被争。对，你比如说打这个打，他这个争能争掉，对，倒是能争掉，打完了他可以争掉他。那是这个黑棋不好，对，这个黑棋不好。所以在争子有利的时候，一般就是挖的时候，他是不能下打的。挖的时候呢，你大概是这样，那么我一粘这个就我活在你里面呢，你有点难受。这个走一个，这也活，这也是活了，对，这也是活了，哎，你要实在不行再爬一下也行，哎，这就是这么活法啊，就是我活在你的里头啊，你不舒服，对，你要正好在你的空的里面，对，所以呢，这个黑棋呢，他又不肯了。他不愿意，不愿意了。到这个时候，那你早知还是回来一路嘛。啊，现在当然是这个盘棋，是的，这个地方，应该说是，都可下，可下，就是爱喜好不同。我从棋理上是回来一路，但是现在黑棋走的这个虚的啊，他在这儿照一个，对，就是这样。然后又震了一个。对对对，这个呢，当时大局观上也是。也不错啊，这个镇是个也是个好点。对，因为本身这个子呢还是有出动的余地，就看你是不是肯在这儿补一个的话呢，黑棋可能往这边又进来一下。对对对，镇一个呢，下面这有靠。对对对。你这面吃呢，你也不是比较麻烦，不知道怎么吃。是的。假如你最老实的往这儿走一个，那么他这有可能是三三就点进来了。就可能是走这一类的棋，然后把你这个角先给掏了，这边你也没吃掉，先震一下，再点三三，那么就把你的角上的木给拿掉，这样，这个是黑棋的路数。是，他不管是搬这个还是拐这个，对你都有点不舒服，他很难受，你让你选择，这个角被拿得很心疼。我这儿先便宜一下，再点三三是比较好的，这是黑棋的思路啊，他上面便宜在下面，这一般是套路，对，套路，那么对于他这个套路，当然白棋也知道了。白棋看怎么样回应这个套路，他呢就先那面，他觉得应不好，不好应。他这普通应谁都会应，但是他不愿意这样。他不舒服。不愿意。三三。还有这像这个时候呢，一般像这种把这个角上，你不是点三三，我把这个你
撅了，让你下来，我再给你作战。啊，但是他走这个呢，他又怕他走这一类的，便宜。所以呢，他现在呀，他走了一个狠的，就先在这儿拖断。这是这个白棋拖断，这个倒是也是一个好的手段。哎，反正在这个地方你强啊，反而我要给你搞一下断。对对对，哎，你强了不怕你后，是后上加后不怕。嗯，这是从棋理上是可以的。嗯，哎，那黑棋如果说硬得狠一点，它能不能比如说往上走？哎，对，可以。哎，你比如说走这个，那它这面，对，就这样挂回去。哎，这样，这样以后呢，你看它这有粘，是吧？再往外跑。没错，他大概也只有对对，但是他我估计啊，这面现在啊，他这个跑现在先慢一点，先留着，先留着。比如说他可能在这儿砸个钉，他这儿先便宜放放味道，对，有可能会这样走。这样呢，以后紧接着以后我这再出动，是，这是把那个吃掉，这样呢就省得你当时我咱砸钉被你煎了，先给你留点味道，这个也是一种下法。但是这个拖断它是黑棋的选择呢，这个时候它是走的什么呢？拖断的时候黑棋的硬法还是比较强的，它是走的这个它不肯往上长，就正常一点的应该是往上长。对对对对，长那个是非常普通的下法，比较正常的分寸，它长这个是比较凶狠的，凶狠其实是。但是长这个呢是比较凶狠，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白棋啊倒是定型啊，你既然不走，这是个要点，他应该打这个。哦，打完了接住是吧？哎，对，我觉得应该这是本型。这是最常见的一个下法。黑棋呢？黑棋有点难办的。不，黑棋的他只有打这个吧。一般分寸是要吃这个。吃这个的时候，你再赶快就把这个角捞掉。这个比较实惠。这样是比较实惠。这个呢，你这儿是出动不了了，我这个角的空很多。这样做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大概你可以提掉，我估计啊，那么白棋把这个贴起来，这个是比较实惠的。对，我是比较喜欢这样的白棋。不知道邱老师怎么样？这个我觉得白棋也是控很扎实。这是一个普通的或者是大比较本手或者是一般的这种一般分寸都大，这会这么选一下。这个打这个是最普通，也是最能够想到的。但是年轻棋手呢，他们一般的走得很，对，走得很，下的会比较凶狠一些。对，他走的这个狠是，但这个形状太难看了，他走这个，这个感觉我觉得不像好像不是被人家点在腰眼上那感觉。是白棋是打穿了，但是这个棋啊你自身的形状是有问题的。是的，这个形状他打了这个，这个太狠了。对对，这个形状白棋本身这个形状不太好。你他是就想打这个来最狠的。是这样啊，粘上，然后关键他接着是走这个，是想一口气把黑棋吃掉，但是这个形状呢吃黑棋不容易。我不得不说，这范云若真是觉得力量很大。这个下法，这种下法一般不太容易想到，这个棋形可能不太好。不太容易想到这样的招法，我觉得。这个往这个地方想，应该是我认为是不太好的。就是白棋。你这个拉得跨了，就这么要吃黑棋，这个有点这个思路有点太勉强。黑棋跳一个，我觉得不好吃。你这个棋呢，你这面也有自身有毛病，对对吧？你现在这样你被唬，那你就麻烦了。你这个长来被贴住也不行的。那么走什么呢？他下的就简直是非常狠，就不能再狠了，已经是非常狠，非常狠。这个下法是这超乎寻常的。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你要走这个，他可能挖一个。挖一个。现在这样呢，你黑棋反而这个棋筋呢，可能有点麻烦。那如果说黑棋搬出来呢？搬它会粘上，搬它就粘上，它肯定会粘上。对，那我现在只能双一个。双的那不见得，这样反而是白棋它的强硬啊能成功，我觉得。他就是下这么强是吧？他的意思就是，这样的话，
我觉得那白棋还算好，他把这个角给拿住了，顺势给你拿住，甚至他有可能还追杀，还有可能这样，哎，确实够凶悍的，这个倒不见得，哎，这个这样的话，我认为即使他把这个角上拿掉，你这两个也扭着出来有点难过，没错，但是呢，这个黑棋这是一个办法。那么黑棋还有什么办法啊？黑棋的招数呢，要么就还有就是瓦粘，他是实战这个瓦粘，实战瓦粘，我觉得也是可行，也是看起来这白棋的形状其实是破，对啊，形状不好，这里有贴一个，但是它就是这么强硬，特别硬。目前来说呢，你走这个，它有一个瓦，对，还这个能够成功，打吃它能粘上。这样下成这样，黑棋就死了。哎，对，你看这个，他就差一气，正好给你堵住了。对。哎，这样你看。正好是前后左右都差一气，这个、所有的地方都来不及，这个就麻烦了，这个麻烦了，是吧？他但是这是黑棋，如果打勺的话会走这个，他就防了你这个。但是呢，这个棋他尖一个，他尖，但是这个尖呢，尖当然是厉害，但是我觉得这个有点早了。应该直接走这个，先断一这，先在外面走一走，先走一个，先断一下，先考验一下白棋。这个这里争你的走啊，我拐打，然后再尖。哎，对，这样再尖，这样的你呀、啊，你的好像就没有回旋余地了。你这没法退了，已经。你对，只能是硬着头皮。你要走这个，你这个死了。对啊。然后，如果你这个无。没法继续了，这个你这个冲断也不像话了，这打穿了。是的，关键是你这个你不能成立了。这我一粘，白棋再冲过来就不行。再这样一冲，就没了。坏了，挡不住了，挡不住了，是吧？挡住的话，外面全是这个断点，你打吃就坏事了。你看这都是这一打，这都是断点，这都完了，这个就坏了，这个就坏了，是吧？这样的棋啊，是我觉得白棋勉强，但实战的棋呢？实战我们看实战，实战的黑棋啊，李东勋他走的这个，他以为是这白棋也不好办，但实际上白棋的实战这一招棋还有个解救，很厉害。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白棋这么强硬的招法，居然还是。到这儿还是可以继续的，这样可以，这样可以继续，因为你他先打了一下，现在打的，对，现在他打了，然后挤的，现在对，然后黑棋断，对，黑棋这样的棋，现在白棋挤了一个黑棋，现在不断不是现在这个时候，说是一交换呢，会这样白棋好得多，还有个腾挪，如果不交换，先断当然最好了。现在的棋呢，白棋到这个时候不敢再走了，走这个这就完了，刚才说，对，所以他。回头是岸，给你两个吃了，然后他震到这儿去了。对，我觉得走成这样，白棋还算好，已经很不错了。这已经先手把人家吃掉了，等于说。那黑棋如果先断的话，其实白棋是没有这么好的。对呀、如果先断的话，那白棋怎么办啊？有可能。那只能回头了吧？那人家没尖的话，那断一个，他只能压回来。压过来，那当时被这打穿了也完了。而且这个还急打还欠着，那对那个不行，那个坏了，那也不对啊。那不是，如果是单断它坏了，我觉得，这样的白棋还行，就是说能够，还能够下，对，还能够下，这个脚上虽然有点33，这里面的味道实际上不太好，但是暂时还能扛住。你比如说，我怎么觉得这样是白棋好像还能杀黑棋，对，或者这样气势。这样的话也有气，这里面味道太恶了，恶对，还是不好，这个形状不太好，实在是懒得算，你这点个33总能活吧？是是是是是，这个棋应该说黑棋的下法是很多，当然你走的这个呢，它是加了一个啊，现在黑棋加这个，因为你这个没有交换，你不能说这样被我吃一个。把我两个抓了，里面可就味道就不对了。随便几打一个。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来试试你的硬手。试试硬手。白棋把这两下打掉了。打掉了，打掉，然后呢，再扑你一个，提掉，把你的形状打吃，走难看，走成一坨，走成一坨。
这样呢就是白棋他就选择就不外面走了，走这个了。当然你要把这两个吃了，如果都是白棋，那白棋很可观。对，没错，白棋还是很可观的。如果只是三三一个，活一个三三也不怕。这棋进行到这里的时候呢，刚才呢刘老师说黑棋呢错过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先断这个然后再捡啊。对，他实战是先捡了一个，但是局面进行到现在呢，就是白棋已经缓过来了，而且这个角上这两个子呢暂时虽然说味道很浓，但暂时没有什么大问题。对啊，就看这边黑棋要怎么进入。对，那边的黑棋模样当然也很庞大，这个局面还是很扑朔迷离的，应该说。对，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给大家留点悬念，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好的。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呢是利民杯新锐赛十六强战的对局，由李东勋对阵范云若。刚才呢为大家讲解到这儿，就是白棋刚刚虎了一个。对啊，这接下来这个局面要怎么进行也是一个难题。对，黑棋怎么办呢？这么大的空也不能全让人家围了，你到底要从哪儿进？如果都是白棋的空，当然是白棋太大了这个啊。现在实际上白棋的弱点也很多，那个三三是明显的，是或者这儿靠是不是有棋也有可能。但是这个如果都死的话，还是很心疼，所以黑棋现在要找个重点。对，活在哪边先动手活。他呢觉得这个先在这里活，脚上先不管，他觉得这个很大，他是加一个，当然这个要打了，上长，长远。这两个如果都死了是损的，但是现在为了这手棋，为了这手棋呢是活棋的一个好手段。假如说能不能挡上去呢，刘老师？挡他会走这个，这个招能行吗？对，他会走这个，是不是不太行啊？看着。对，如果这样他会走这个。这好像被断了。这个你得打这个，打了我就断。那这个棋白棋麻烦了，这个一断呢白棋不好办。这个三个子就跑不了了。没错，是的。这样就黑棋成功了。对，看来这个点在这儿还是不好棋。对，好像不太容易把它抓住一下。对，他就是说你看你挡哪面我都是有办法。对，是的。有活棋的这种基本是活棋的样子了。这个是不可以的。那么你如果那还有什么呢？还有挡这面吗？那也就是这个。对，他肯定是爬。然后看你怎么选择。这搬也搬不动。搬我就断，你那个长我就爬，反正那我就长一个吧。长这个那我可能还爬。再爬一个。就你的这个也有点难过是吗？我这有断，你看我这搬了之后还有断。然后下一步断一个还是很有杀伤力的。对，反正这里面要杀肯定是已经杀掉了，你就杀不住，这是已经不用惦记了。对对 对，这上面一走还有一个眼呢。对，可能是啊，我觉得现在到这个时候的，白棋这么选择可能还算比较理智一点，他搬这个，搬起来，搬这个是吧？那那就把这个唬住，唬住就完了。然后就做一个，但是这个可能是比较理智的下法，就这样，算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交换，这样差不多，大家慢慢再走。这是一种选择，但是白棋没有这么选。白棋啊，这个小范他是在点的时候，他走了一个极端的手段，他走了第一个。这个形状他的棋真的很硬，我发现。他的棋的形状怎么都是特别硬，就下的不容易想到的。是这一贴，他是选最强的下。走了一个难看的形状，是猴三角，实战且有，实战且有难看，但是它比较能够，对，招法很实战，只能说招法实战，但是它能够有效的获得利益，对，是的。但这个棋呢，黑棋漏，他就三三就放弃了，他漏在这儿，他就活这个了，他逼迫他放弃这个角上，这个也是一个好办法，逼了他一下之类的。不，但是这样呢，你为了活这个，你把脚上原来点三三的就没了。对，这个当然本来我这个有拖了，有拉回来黑棋，这个白棋的味道很饿。但是现在呢，不管怎么说，通过这几招棋呢，你脚上呢就也没什么棋了，对，打掉，也把这个二路再一路再打掉。打掉。对，然后呢，切一个是他的没有办法，这个是要交换成这样。
然后黑棋呢再补跳一个，走到这个时候呢，这个棋倒不容易杀了，是因为外面已经活了，已经活了，局部算活了吧？局部已经活了是吧？局部。那但如果说白棋靠呢？靠一个啊，靠一个，哪怕他这个棋就活了吧？哪怕是不是这样就活了？这样就活了吧？这样已经活了是吧？没有料到，这样就已经活了，有点意外。不，这个就局部你又杀不掉了。对对对，是吧？还真是。你这个点了他就加一个，还确实是吧？就没有棋了。这个就很简单了，这都没有棋是吧？这个里面立了，它就可以挡在这里。嗯，这个就是局部是活棋，啊，就局部是已经杀不掉了。就这样的棋形已经活了。如果你走这个是比较是个要点吧？也就是接上也就活了。对，它是走这个。走这个就对，这样呢是一个叫双活，很经典的拐了力。这样，但是没有木的双活，但是局部就是杀你杀不掉，是，杀不掉，走这个呢它就挤了粘上就行了。对对对，这是从局部是杀是已经杀不掉，走成这样，然后呢，黑棋这个是白棋走这个，白棋补这个，这个黑棋呢？你说的局部杀不掉，他为什么又去补了一招呢？他是不是还有个打劫，挖了补一个？这个是肯定现成的，是吧？这能看见的招，看见的招数，还有一个这个打劫。这个棋呢，黑棋还是刚才你要打劫呢，这是紧着气，不行。对，这白棋自己也得小气，待会儿被这个被拉出来。对对对对对，但是反正以后还有这一类的招数，还有是。那么下面黑棋补了一个。他补了，对，挖一个，打吃，对，粘上，黑棋拐一个，是挡住，这是先手哈，然后粘住，这么就算是告一段落。是，现在通过这个黑棋在这里捞了半天，总算活了，带一点小木活了，但是这个死了，这脚上呢基本上是白的，但是呢以后啊，这个留下的后有一个这个是先手，还有一些官子的便宜。是的。总的来说，您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是应该说是一般分寸，这个是活是应该是能活。对。黑棋应该说也是差不多，但是总的形式来说，黑棋好下。您觉得黑棋还不错？黑棋好下一点。还留活的还挺大的，我觉得他。对，他主要这个后面还有后续的手段，有点搜刮的手段。对 对, 对, 对，而且这个拐着能拐着一下差挺多，如果不拐着被人家挡住啊，对，这个是应该是黑棋的权利。应该说不管怎么说，他这个白棋啊那么强硬的走了半天，也能够撑得住局面，也不错啊。那么现在白棋在这里轮到白棋进入了。如果你比如说拆一拆，拆一拆可以补一补，也是一个下法。但是他觉得这么应该先在这个地方，你看还有点利用啊。对，他是这个先黑棋逼住了，逼住，然后这个投一个，考验一下黑棋，这个是必须搬的。又拖了一个，拖一个，对。然后顶这个拖是最常见的一个。一个处理的手法，处理的手段，要为了这面，做活的之前，你要看你是搬这个还是搬这个还是顶。对，他如果说白棋能，比如说黑棋搬下来，他能顶着这一下的话，他可以考虑跳过呀。是有可能。啊，这跳过目数挺大的，虽然说，是一二路爬吧。如果你要这样，那就他爬，那就爬过呗。对，这个棋你要吃它，就有点累，挺不好吃。对，这个吃不着就麻烦了。这个白棋希望走成这样啊，希望走成这样，那么希望走成这样，这个黑棋可能是不敢这么下，对，黑棋不敢这样，就防他这个。这黑棋把木全损了，然后就要孤注一掷要吃他了，他变成。对对对对，那他有点辛苦，防他这个。他拖了一个，黑棋为了这个就是顶了一个这个，对，这个时候你跳可能就不行了。这个时候跳，他是不是要冲了点了？不，他就直着走就行。就这样。就这样就。那就不用再使什么招了，就这样顶过来。对，就已经白棋已经无法抵挡了。这个棋，你看，这个就没活，是，这就死掉了。
在这个地方打这个是吧，或者沾上它这个点又没活，对，来不及走，这个长是后手，长的话长的话把这个提了，里面是个一个点就死了，对，是这样吧，点这个，这是一个名手，名手，名手，对，这是名手，走这个粘这个，是吧，这是一个死棋，这样是死棋，对，这个棋黑棋是防的是这个，他说你不让你就你不能不能你不能这样度过，不能这样，对，就不让你度过。那么白棋呢，这个时候呢他度不过，那他就跳一个呗，但是这两个交换我认为是把这个味道都卖了，有点心疼，心疼，这个不好，这个不好，这个地方呢可有可能失败，那就一走成这样的时候啊，你要么就单跳，干脆单跳算了，这以后保留啊，保留一个，应该黑棋要是其实你要是把这个防他度啊，说不定还是这一招管事儿，对，但是你这招棋不要走了，就单跳可能弹性会足一点，这黑棋好像也没什么好的办法，看起来是他如果不走的话，那一会儿白棋就给他跳出来了，对啊，就是黑棋让你补，你再次我难看一点，我就他要走这个你就走这个嘛，对，他可能会狠一点是这个，那你这个棋可以断一下，那他这个家就变成很奇怪的招法，就这个被断的话，是这样，单跳是普通的，这个棋形状有点不好，被他这个黑棋本来就要补，既然这个不成功就先放一放，这样被他尖跳一个，黑棋反而是赶快他把这个收了，他把走那个这个打一个，这个收了也很巨大呀，拖一个，这个你要说本来你按这个都白棋都不知道长几气也不知道，他这个要挡下去，挡下去，对，这个棋应该是白棋，白棋好像长一点，白棋长一气，至少是长一气，白棋黑棋最狠的是这个了，打吃是吧，对，但是他一点就一点一挤就行了，很简单明了，这个是一挤就是白棋黑，他最狠的是这个了，那就是我能立吗，立如果能立我就可以立下了，可以立，强烈要求要立下，可以立，可以立，这样的话是白棋气场，对，白棋气场，这好像杀不赢，杀不赢，这样是不行的，是吧？所以他不能尖，黑棋只能拖一个，拖一个是要点，因为你这样是白棋，黑棋明显气就长了，对，这个一团就没气了，白棋，所以你是必然是搬、这个、只能搬这个，搬这个他长这个，然后他粘上，对，这个木被一把就，对，其实刚才这个白棋这个逆收其实很大，是非常大，但是他没这个是黑棋先手把这个定型，逆收是巨大，所以他那个之后的这个后续手段呢，这个是很大的。黑棋这个是必须要抢的。对。抢完这个之后，黑棋跳一个。黑棋跳一个。对。然后再抢这个。对，再拆了一下。应该是黑棋的步调还是不错。这个时候，如果说白棋要照正常收的话，是不是觉得还是要稍差一点？白棋正常收啊，正常收大概是尖一尖，这边黑棋能飞过来，大概是这样，撑住一点木，那这样，那么比如说拖一拖，带着收木，收木的话，黑棋可能稍好一点，黑棋稍好一点。一般像这个，就棋风特别坚硬的。普通来说他是不太擅长收官，这个你要是会算的好你像这一类的走走如果这门没有你走走的这种也许也是能收一下，因为中间白棋能这个也是可以收，你得把这个如果都收进来的话也是很也是很好，这个算法值得要这个 AlphaGo 他们的算法了这个作为白棋来说这是比较普通的啊，这是有自信的下法，应该这样，对，先把这个护一下，然后再慢慢跟你收官，慢慢收官，这比较有自信的，是的，应该这个是最也对对方也比较有威胁的，这样那如果对方没有自信，你手控没自信，你要往里面走的话有可能往里面深入，那有可能就往自己失败的路走现在呢白棋没有这么下，
这一看就是不是很喜欢收控。他是在这儿继续要想占便宜，对，然后顶出来，顶出来，对。这个呢，既然走了呢，他就想闹出点事儿了，加一个，他就不想这个时候度过了。度过的话，你这个呢，那就白损了，是，哎，这损木，那还不如直接加一个。对，他就要闹出事儿了，他要想这个。出点事儿，他是先搬了一个吧，搬了一个，黑棋团住在这儿，这个搬是先手，先手，这个因为这儿有打吃嘛，他是走这个，是的，嗯，然后就爬回来把脚活了，这个长也先手，对，把长走掉是吧？嗯，然后呢，把这个爬回来，嗯，爬，黑棋搬一个，搬住，他索性就把脚活了，这边这块棋的，他说你来吃吧。这个看你能不能吃得掉，有点早。这是不是把人逼狠了？我觉得这个下法，白棋这个下法有点太狠了。对，这个棋啊，逼的人没路了。应该说，像我们当初这样尖一尖走掉，然后再这么走，可能还好一些。嗯，哎，交换一手。嗯，现在呢都不动，直接这么走啊，有点太过了。这样呢是脚是有可能活了，他挡是活了。对，但是呢，因为你挡了，黑棋这个挡变成先手。嗯。这个先手这一般呢是明显的死棋，我们叫做大猪嘴是常见的，典型的大猪嘴，这是一个，对，这个大猪嘴，这是叫基本功，嗯，是非常明显的，哎，这个是我们就这死活问题了都不用做是吧？对，死活问题，这个这样被他挡先手，白棋呢再补一个，或者补这个，或者补这个，他其实补这个呢又怕点这个先手。他补的这个，嗯，这样虽然活了一个角，但是呢，这个棋啊太早，亏了。而这个棋，我自己觉得当初应该这一类是从上面走比较好。我还是觉得应该正常收，正常收好。正常收，其实白棋也不见得就输这棋。其实你现在你走这个啊，哪怕黑棋这么顶了搬过来，我觉得都不便宜。更何况现在把黑棋啊，它因为太厚了，它来一个狠的了，它来一个。痛下杀手了，对，他直接他说你这个这块棋都还没活呢，你这跑去活了个脚，你这块棋你就算是这就放在这儿就算活了，这你得给我好好交代一下，你是怎么做活的？这对呀，啊，是这个棋现在再走就不一样，他不会飞在这里了，嗯，这不会在这，他肯定飞在上面了，你这再往他墙上碰就没意义了，嗯，所以他得往这个方向走了，他靠一个，靠一个，大概通常是这样。然后再顶一顶，对，走这个，虎一个，那么他打吃是吧？嗯，看这个眼位了，这个眼位啊，现在啊，把黑棋都没毛病了，嗯，那你这个眼位就看你做眼了，就比较累了。对，这现在白棋怎么才能做两个眼呢？如果说，你现在做已经做不上了，我这个走这个他就要走这个，他走这个穿进来，嗯。这好像看起来也不太像能行的样子，要走这个，这能搬，已经都来不及了，这来不及了，来得及吗？来不及了，他走这个，嗯，就这两，这有断，已经来不及了。是啊，我也觉得是，嗯，这如果能靠一个，能不能折腾多出点什么东西？怎么我怎么觉得挡一个也可，挡一个就可以。哦，挡一个好像这能折腾出点什么呢？那都没有用，这都没有用。断一个，哦，这样哈，啊，这好像被我阴谋得逞。这样，他可能要这样，他就要放一下，放一下，这样呢就没有什么粘一下，粘一下这个，哦，粘一下呢他就退一个，对，这儿还有个眼位，我看来只能是这个这样的，看能不能阴谋得逞。这好像正常来说应该是活不掉的，这样。嗯，那我要动痛杀手的话，要狠下心，嗯，要这样，这个眼呢就没有眼了。反正这个什么时候都是人家都要断进来，这个这虎一个也没用。哎，对，他就粘上，嗯，没有，这两个就不是眼。对，嗯，他都能断上去。是的，他真要杀你，他就可能就这样下。对，真要杀的时候，他反正什么都不管了，嗯，肯定。哎，这个他就一路厚到底了，你像这一类都没用了，都没有用了，嗯，是吧？
白棋就这个有点危险，他应该前面应该先见先走，后面再走，等你活了脚之后，完全都情况发生变化了，你就没有那样的就变化都不一样，事过境迁了，你再走啊，都不是先手了，怎么都来不及了，现在已经。现在他现在反正已经铁了一条心要杀你了，因为你把他那儿碰破了。我实际上黑棋不杀他也不差，也不差。但是看他们好像这个，他就可以杀了，因为现在这个算呢，对于他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了，他就来个点了。对，但是黑棋到现在为止，他的招法除了这个点进来，他都是不损的。这个点是狠的。对，他的这个刚才走的这些几步棋都不损的，只有点进去，点进去会损。是你现在如果粘他这个在这个地方，看这个子吃不掉，那他冲一个呢？哦，现在这个啊，现在哦，现在您就单冲吧。哦、不，这个是您就单冲这个，这个不能，这个先走这个地方。哦，这个还放一下啊，这个这样。然后如果说他靠的话，您就挖一个就行了，可以是吧？嗯，可以。这个好像不行，这个白棋不行，这个不行啊。白棋不行，这怎么他也不能做成双活，关键是黑棋挖的时候呢，白棋很郁闷的一件事情是，他是这不管接哪个，接完了之后他这底下总有一个是团不着的，那他接这个接这个也是接这也反正都是一个断头的双活，走这个提这郁闷，看怎么都做不活了、啊、但是怎么都差那么一点、差一点、就差一点，这个痛下杀手。实战呢是不是就是他就是拐冲了一下吧，拐冲了一下、他就放一下退一下、是吧，那么然后又靠了一个，靠一个，这个先暂时放一放，他是加一个，这个就这个是杀棋是对的，加一个不要先冲，然后他搬了一个，来点变数，是吧，可以去断打，断打看得很清楚，我觉得这个时候已经是没有办法了，好像找不出办法。办法啊、如果我打这个，他提掉，哎，他能提掉吧？他吃这个吧，吃、这个、他吃这个，吃这个，哦、这个不能出毛病。这吃这个不吃这个的话，可能还不，他就来个俗的，那么就这样，就看得清楚了啊。对，这个看得清，这看得清楚，这个看得清。对你这个不是还是这样吗？看得清了吧？这个就这个看得清，反正我们刚才已经摆了这个地方靠你是怎么也是、就差那么一点儿，他就是做不活。对，这个郁闷，这个不行，这个不行。那别的呢也没有，还有别的什么手段？那个不行，那就别的这个都没用了。对啊，对啊，这个因为不先手啊，是吧？这个就是说，这个人就可以脱先。不，这个对，他就弯在这里，哎，你提我就挡住你。对对 对, 对、省得你在这儿。这个杀的看得很清，是啊，是吧？他是搬的，那么就打了。白棋呢就在这个地方走了吧，挡住刚才那个不行，那就点进去，不用客气了，点进去，这白棋呢把这个再挡住吧，他来个狠的，就是要这么来杀，这是非常狠，因为中间这个已经没有眼了，你看你走这个他就点，对，是没有眼，这看得很清楚、这里面是不存在眼的，这铜墙铁壁，这叫打吃，这是最后的希望，提掉两个再扑进来，扑一个，对，提掉完了这个白棋黑棋扑，吃先手，对，白棋接上，黑棋提掉、对，这个是你这个还有一线的是在中央，中央看看有没有棋，这个是唯一的希望，对，别的都没有地方了，没有地方了，只有这个断一个，那么这个棋呢最好的是跳一个，形状很好，对，这个也不要走别的，那这个这种地方得小心，打的话中间还有点问题，万一被断开就看不清了，至少白棋长出来，长这个呢他走了一步这个棋，这个棋呢是比较稳妥的，你如果这样我这样，这打吃到就粘住，还是抓不住他，你走这个他就走这个，怎么都是抓不住的，对，他就挡住这个，对，因为你这个不成立的是吧，这个气不够、你要从这面走呢也比较麻烦，所以在这一靠白棋走什么呢，白棋搬了一个那么就胡打，这是先手，那就退一退，这里有断是吧，
拐冲，拐冲，这是先手借伤，对，然后他又胡一个，胡一个，那么他就在这儿做一做，做个眼，眼型，你让你点进来，这个点进来，如果你真要这么杀的话，这个杀不掉，杀不掉，实在是又一个，这就杀不掉，对，因为这。对你不是你自身还有自身是是是实在是不行，而且本身白棋也没气也不长，对，有很多种的活法。他跳了一个，跳了，那么他就是冲一个，嗯，挡住，挡住，断了一个，断一个，大吃，嗯，对，这个他就怎么都活的了，嗯，这样就看得很清楚活棋了，这个活了，这个死了，对，那就这个棋就不好办了，这个棋就不好办了。现在白棋要破他这只眼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冲，然后再冲，接上。哦，这个就更不好了。这肯定是破不掉，人家团上这一长这两子死了，可能就单长一个啊，所以你就破不掉他的眼，就麻烦，这就完了。这肯定不行。这一长你就都崩溃了。没错，是这样。是这样，那么就到这个时候呢，看得非常清楚，这个是都死了，那就这个棋就结束了。应该说这个就。双方对杀的这几个地方还是比较精彩，但总体来说，好像觉得白棋下的比较勉强一些。这个白棋棋形下的不敢赞同，这个不能恭维是吧？对，这虽然力量很大，但是这个棋的形状我觉得不太舒服。应该说黑棋的还是像这个看这个棋局啊，而占优的机会多。没错，是的。但是白棋呢也拼得很挺狠的，后面呢如果说他不进角，正常的普通收一收的话，刚才我说从外围往里压，对对对，那个棋呢是一个细棋，你的输赢是小输赢的问题，没错没错，输也输不多，但是这个棋就是一个全局这个就都死了，这个就大棋死掉了，不行了。但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个范云若还是在前进的路上。虽然说他现在的棋看起来有点硬哈那种感觉，但是不管怎么说，经过这些磨练，对他将来的成长还是很有帮助的。我觉得慢慢的磨练，然后他的棋形啊各方面会得到提升。那么我都看到他的力量这确实是够大的。对。那么这盘棋最后的结果呢，大家已经看到了，就是执黑的李东勋呢是中盘战胜了范云若，杀入了八强。应该说韩国的年轻一代的棋手这个实力还是很强，这点我们要看到。对，好，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